我这台搏击是107年，10月22，新洲站17:58，左半身23-29次，今天平常就看到屏东的，没有看到屏东的。因为版型568这商业用565无计划209台湾都会在屏东彩绘优化改造8-2子圈了，在新竹站停靠。以及328是经由三线靠新竹的，因为838这商业837一带而就停了，在新竹站准备时。结果328是经由三线靠新组的，因为838就上了837，一带有学签了。也刚实力的是3229是经由平安线靠屏东的，因为565，因为百姓一眼又568就上565。再见。当时也是3248是经由三线靠新组的，因为838就上837，一到就签了，一时新转站。然后刚拍摄的是3229是经由平线靠平东的，因为白星568就上1165，无计划209台湾都会在平东彩绘优化改造8-2子圈了，也已经是新转站。再见，拜拜。